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。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。我们来这里修公路，可能就是人类第一次踏足这片荒漠。他们都说我屡败屡战，是打不死的小强。我觉得能在西北之北坚守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很了不起。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，一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留学生回来当洋官，到底是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兵团发展需要年轻人，如果我们不去，谁去？我相信只有荒凉的沙漠，没有荒凉的青春。这咋弄啊？线那么深，怎么办？前面跑一下，跑一下，我在后面给你推一下。走！如果说天黑还找不到救援的话，真的是太危险了。喂？哎，能不能听到？你猜这里面是啥？这里面是啥？你猜，早埋的鸡蛋，现在应该熟了。这能把鸡蛋烤熟？喂，你刚来你不知道，塔克拉玛干沙漠温度最高的时候70多了。烫。怎么样？就是熟了。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，这里的年降水量不超过50毫米。也被称作死亡之海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在这片沙漠里面建成一条150公里的穿沙公路。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兵团22年的重大交通建设项目，全长是151.7公里。它起点位于38团，终点呢位于且末县的塔中镇。这条沙漠公路修建呢，将有效推动南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。你像我们这一天在路上，至少要吃2两土。我叫王小元，目前在项目上任职施工员，主要负责着底基层施工跟测量这一边。这塔中沙漠公路呢，也是我参与的第一个沙漠公路的修建项目。我呢，也是抱着边学边干的态度。因为毕竟现在还年轻嘛。我们修建沙漠公路第一步就是推沙丘，高的地方我们要把它推平，有些高的沙丘能达到30多米，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。有些像低洼一点的地方，我们要用传送机把那个几百米外的沙子传送到这个低的地方，把它填至我们这个路基的高度。我们就是在这种大大小小的沙丘里面推出来一条路基，这条路基呢就是我们沙漠公路的雏形。从0到100这边是做的挺好的，基本上底层精品的已经完了。现在是王小元，你们那一边还有一些这个没有搞完，尤其是125、126，这个月底把这个后面平整碾压。成型。一直以来，我父亲就觉得我做事没有恒心，没有毅力，很难长时间坚持下来。我觉得到沙漠公路来工作，对我是一种磨练。我们修沙漠公路的第二步就是铺设底基层。风机沙铺平完以后，然后我们会用平地机或者装载机，会把沙基分成5×5到5×8米的那个格子，然后浇水浸泡。
没泡过水的沙子呢，它就是散的，它不具备承载力。我们泡过水的这个沙子，它一定的粘性，让我们的路基更加结实。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我们会铺设一层土红布，主要起到一个保持路基稳定性的作用。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土红布上面填注一个20公分的隔壁料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路基的底基层。因为我们在工地上上班嘛，为了方便，所以我们就就近选择营地，然后就在那里生活。这桌子一天不擦，上面全是沙子，因为它封闭不是特别严，而且这边沙子呢比较细，但是就要时间久了以后，慢慢也就习惯了。我们每年呢都会定期举行沙漠安全演练，这些演练主要是为了能够在关键的时刻保命。像在沙漠里面工作，经常会遇到沙尘暴，如果说疏忽大意的话，真的可能会死人的。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，这里环境那么差，我坚持下去的意义到底在哪？但是去年我们参观过建工师的历史展览，那时候的他们也才20多岁，也正值青春年华，他们那时候的生活环境比我们现在要差很多，包括施工工艺也比我们现在要落后很多。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，他们还修建了天山公路、中巴公路、青藏公路。他们的事迹呢，也在影响着我，鼓励着我。我嘛，也觉得自己现在还年轻，一定要努力去做一点什么，不至于让自己的青春去虚度。现在是下午1点了嘛，然后工人们也准备收工了，到中午了，太热了。第三步是我们修沙漠公路最大的特色，就是用高丽沙帐还有我们这个草房格构成这个防沙体系。这1米多高的高丽沙帐可以降低风速，减少风沙上路。然后我们这个1米乘1米这个草房格可以降低这个地表的风速，然后起到这个固沙的作用。有信号了，这半个月攒了多少消息啊，这里面真的是都快与世隔绝了。那我们项目上呢，年轻人比较多一些，大家也正值这个喜欢热闹的年纪，却天天在工地上忙碌着，基本上到团里11点了，偶尔趁着晚上出去一趟呢，对我们来说也都是莫大的欣慰。终于又回到338团了，现在住到105，出来一趟要2个多小时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喂，那叶月没陪你姓我吗？你咋？反正我姓你了。我们大年初一见的面，然后公司通知的是初7嘛，初6就要走。12月20号。我们之前也谈过这个事情，他之前嘛就想着，哎呀，异地就异地嘛，至少说每天能联系，能打电话。估计在10月份忙完，就能回去见你啊。时间长了，他那天跟我说，人人见不着，电话打不通。你就这样，就跟人就跟失联了一样。沙子高不高？主要是赶上风劲儿了，刚推的那个，现在沙子已经上路了，主要是这耽误点进度。跟采房格的那个施工队伍说一下，就是咱们能推到哪，他们就能栽到哪，这样会对路基好一点，沙子不容易上路。好，要保证1天1公里的进度。
是你们这现在大概几点过来上班？三点过来上班。感觉最近压力有点大，晚上睡不着，然后想出来看看他们这些在草王阁的。那远处那些山包上的星星点点的，全是他们在草王阁的工人在作业。他们基本上就是两个人一组，一组大概100米到150米。两年前我父亲去世了，这件事对我打击比较大。我感觉这个在草王阁比我们在路上测量要累得多。我估计我再半天腿都要断。然后这两年在沙漠公路工作，我感觉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了，更加有担当了，做事呢也更加认真细致了，感觉比我之前要成熟了很多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。踩下这个地方，我感觉这地方厚的多了，往上踩，这厚的多了这。小包姐，不要。哎，终于等到铺设的这一天了。现在铺设的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道工序，柏油了。好，方向往左打一点。我们修建的这条沙漠公路，总共下来。沙基层、垫层、底基层、水稳层、封层、再油面层，总共下来6层。刹车，把刹车松掉！不要踩刹车，不要踩刹车。上冻就不能铺了，因为这里面水分比较多。如果说上冻的话，这一结冰就没法铺了，质量就得不到保障。所以现在领导对这个进度管控的比较严，上冻之前。尽量能多赶点工期，多赶点工期吧。好，这应该就是600，这现在应该580左右。加紧进度，加紧进度，你就是晚上嘛。晚上趁着这个地温没有下去的时候，早晨8点钟开站，晚上7点钟开站，到现场8点，不然那么慌，9点钟，不然你今天任务完不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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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油都铺完了，其实感觉都挺快的啊。不是你站到油面上，你回头一想，吃沙子那犯事儿是吧？看着快成型的沙漠公路，150公里，像巨龙一样在沙漠里面蜿蜒盘旋，确实特别震撼人心。你能往前飞，在黑夜。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。修路的过程也是自己心智成长的过程，青春就是需要奋斗的，即使前行的路上充满了坎坷，我们只有不断的坚持才能有所收获。我觉得只有荒凉的沙漠，没有荒凉的人生。从事建筑行业已经有7年了，让我从一名大学毕业生成为新疆和平团建设者中的一员，这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。在这个建设过程中，我学到了很多的经验和技术，还有面对困难并解决困难的能力。以后不管我去到哪个项目，我相信我都有能力去胜任它。其实我们这个工程人啊，特别是搞水利的，我们经常也自己在下面开玩笑说啊，叫专山越岭，都是在荒郊野外嘛，家里也顾不上，唯一能支撑我们啊，干完了工程回去看一眼，我干的这个活啊，为这个多少人解决了用水啊、供水啊、发电问题。